美国总统大选，川普当选，恭喜如雪片般片片飞来。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PO照片，恭喜史上最伟大逆转，对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做出强而有力重新承诺。另一位挺川的是匈牙利。Fényes győzelmet látok, nyugati politika történet talán legnagyobb visszatérését, hatalmas küzdelmet.法国总统马克宏、欧盟执委主席、印度总理莫迪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纷纷表达恭喜，但川普胜出，各界关注是否可能重燃中美贸易战。美国的总统选举是美国的内政，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。关于你提到的这个关税哈，我们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。关税这题，中国不予置评。川普誓言终止乌俄战争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赞许川普通过实力实现和平。反观俄罗斯总统普丁不打算恭贺，直指美国仍然是不友好国家之一。Будет договариваться, будет переговоры.川普重返白宫，各界关注他喊出的“美国优先”是否可能改写国际政治格局。TVBS 陈婷告诉台北采访报道。